我去，今年这个车太多了。许荣姐那个车咋办呢？她那车估计停过来不太好停哦。啊，这个车位半仙停不进来，但是我可以停进来啊，这是逼音车的优势。看看半仙停到哪儿了。哎呀，我去！啊啊，它这里边还有位置吗？可以，他也停好了。我停的是你刚刚停的那个位置，你进不去，我进得去。对，我们去年就停到这边，这边稍微宽一点。这边有位置，你可以停这儿了。停这，但是雪蓉姐呢？我想带花池的位置，我想让他停到稍微宽一点的地方。他那个车够呛，有点那个。停这里可以开拓展啊。他停到这儿是吧？对呀、啊。那我停哪儿呢？可以先把这个位置给他占了。对呀、啊。啊，也可以。晚上可以随便挪，反正这里全是车位啊。啊，那也可以。那我先停过来。对、啊。我给他把位置占了。对。我们晚上在这里停过呀，晚上这都走了。对。晚上可以随便挪。好嘞。他拓展还是往这边开啊，反正到时候看吧。鬼子嘞，看到你了。你好你好，上次好像记得在八树见过你。八树是吧？啊，去年我就停这儿，今年又停这儿了。去年那有水管了，今年没了。啊，今年没了。对，去年我们在那儿接水了，接水喷的那个老胡一身，我靠，吓死了！干啥干啥？你把我们放出去干嘛？来，出来吧，出来吧。哎，不是你，不是放你出去，放肉佐出去。你要吃凉皮吗？你们先买个凉皮垫垫。五个啦。清蒸的。清蒸的。应该好吃。清蒸的不一定好吃。我不吃啊，我不吃。我不爱吃凉的。你不吃吗？我也有点饿了，但是我不爱吃这个。没肉。没肉，对，吃那个没肉。你拿我拖鞋给我呀。你自己拿呀，你自己好拿一点。在这等雪蓉姐他们，给小浪浪喂个狗粮吧，元气蛋，嗯，好不好？狗粮没有了，刚刚在叫我，突然想起来好久没吃元气蛋了。给他弄个元气蛋吧，弄完吃完咱们再放狗粮。别慌，两颗啊，弄完了再下来吃。来吧，吃吧。等他吃完了再给他倒狗粮，省得他弄的一地都是狗粮。小湖，人工湖，现在环境还挺优美。那边有好多老树。再往那边走。那边。左边，那边拐过去，有好多老树。这可以坐了不？嗯。还不错。肉佐，嗯，许荣姐他们那个车检查的怎么样了？出了四个大问题。四个大问题。我给你看。嗯，看看。这个是啥？这个是啥吗？就是焊接点断了是吧？嗯。啊，对。我也不懂。就是焊接点断了，看到没有？焊接点断了。这个漏气，他说这个位置螺丝已经松了，看到没有？已经和这个叫什么？它本来的那个
缝隙啊，就像我们人体的关节一样的，它没有合上。已经打开了，这个是啥呀？这个怎么就掉了呢？靠，这个直接掉了呀！嗯，我的个天哪！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是气泵，这个不是气泵，这是气管，就是去往各个这个什么空气阀的那个，不是气囊的那个气管啊，气管漏气。哦，所以他们用那个洗洁精在试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就用洗洁精在试。然后现在的说的意思就是，嗯，要去找厂家，嗯，然后具体是什么，翠花花还没说，嗯，只说雪蓉姐心态倒是挺好的，嗯，然后，今天就能修完，就是得焊。嗯，得焊后，然后桥给螺丝打胶，嗯，就这种。它就是那个嘛，就是它改装的这些出厂的时候没有打螺丝胶。对，嗯，不够细心，做的这些活就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哎斗在一起了。但是呢，由于我们车是会这样抖的嘛，嗯，它的那个东西就抖抖抖抖抖，它如果它还有一层胶固着了，嗯，它怎么抖它也抖不掉的，嗯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没有这层胶的话，它只是这样镶着的话，它抖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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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抖，它就抖松。喜欢肉肉夫妻的话，点关注，强烈推荐、评论、转发。好了，我们把那边的位置让给了雪蓉姐，我们刚刚把车停过来了，停到这边。等到晚上这边没那么多人的时候，没那么多车的时候，咱们再挪过去，在那边找位置。现在呢，我们先出去吃饭去。哎呀，今年这边简直了呀，这是谁家狗，谁家小狗狗，找不到主人了，到处跑，呵呵，弄丢了。好，哦，我们吃饭去。这边有蚊子的。检查，我的天！嗯，一检查简直惊讶了，说后桥那儿开焊了，给我俩吓的。好家伙，我以为多开多厉害，多厉害的。然后我下去之后，嗯，但是也有异响，应该跟这个有关系。他俩不是在床上。范姐出来了吗？没出来吗，范姐？范姐，范姐。出来了吧，是不是出来了？车里边没人儿。好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，刚刚准备过去那边吃饭。除了羊肉有别的吗？有别的，有鸡。刚准备去吃饭，是吧？这边正好空出来个位置，我又把车开回来，这样晚上就不用动了。你不穿外套吗？不穿外套，热。我冷。还有一个什么伊甸园。好，我们又来到这边了。你去哪家？准备吃他家。我们之前就是吃他家。老板有包房吗？大小的都可以。包房有吗？啊。包房。几个人？六个人，六个人。有。哪边？啊，坐那个二。啊，二号啊。好嘞。在他们这儿可以喝到，哎，我得坐会儿，累死了。啊，好久没吃羊肉了。哎呦我去！咱们搞点羊肉吃。什么羊肉啊？啊？他有烤羊肉吗？看一下烤的有没有。他只有炒的。没有烤的。他只有炒的。没有烤的。哇，他这频闪也太严重了，我去。免费的吗？免费的，三炮台。可以。这喝了上家什么好吃啊？我问去了。来，能上去看看我们这个三炮台，大家就先将就着看着啊。这个频闪有点严重，没有办法，我那个相机没带过来。那个应该没事，你那个车，动力不缺失就没事。啊，那没事。对，会自动消除掉呀。好了，我们的手抓羊肉来了，拍吗？还有那个香麻鸡，两道老菜，每次来都是这两个菜。对。
让你吃。其实他家这个手抓羊肉还是可以的。对对，大家一份。对，这个要分一份。那是蘸料是吗？蘸什么的料？蘸这个羊肉的料。蘸羊肉。这个鸡蘸什么？来吧，开整开整，开吃开吃。吃吧吃吧，你们白吃吧吃吧，好饿。今天的第一顿正餐。好久没有吃羊肉了。那个、吃完了之后就再也没吃。手抓羊肉。真是鸡。吃完以后回家躺着，我先吃个那个。我们应该有多久没有吃羊肉了？两个月都有了。好不容易死有了，吃好了就回家躺着。不喝了，宝贝儿，今天全是大肉。嗯，哇，好舒服。那有没有菜？那个鸡蛋不蛋？蛋给他吃一下。我得尝。吃肉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。搞起。哇，他这个肉。叔叔，帮个忙。按道理应该用手啊，但是。是吧？他喜欢啃骨头吗？嗯，特别大。就是不怎么麻呀，实际上不怎么麻。好帅。这鸡真的有点麻呀。哇，麻香鸡。鸡不麻，鸡麻。不是吃鸡爪子麻，我啥料都没蘸，都觉得有点麻。对，我也是什么都没蘸。那我觉得麻是因为不是因为蘸料啊。嗯。香麻鸡嘛。你给它白肉吃，蘸点孜然就吃。哎，你真行，还得蘸点孜然。他爱吃辣的，咸。只要搞点辣椒面就更好了。快，厕所拿着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四十。这么小，40块钱。四十。对。哎，你别说这个瓜。四十。这个瓜啊，有点小。哦，你的那个最好，你的那个最好。为啥？你那个屁股小，我这是歪瓜，歪瓜裂枣。但歪瓜又不一定行，反正要首先是屁股小，然后要形状好。真贵呀、啊，真贵、啊，被坑了，有个人被坑了，在这边菜市场6块。不要暴露，40。啊，四十，什么都没有。走走，回去尝尝，这是本地瓜，看看好不好吃。都是好的，都是。那就这个，我这个。你那、我看你那大屁股啊，挑一个好的。来40块钱瓜。你为什么不倒过来呢？肯定不倒过来啊，倒过来占了车位了呀。Thank you。对。那今天好好的，是吧？对。对，尝尝好不好吃？谢谢。那明天我们去那里探探路好不好？可以。行，没有问题。好嘞，我这么停就是因为我们好上车，知道吧？哦，那我去我姐那玩去了。你不吃瓜？我不想吃瓜。那行吧。我刚喝茶喝饱了。那行吧。爸，好，去吧。我来家家陪小浪浪，是不是？